小宝的双标日常，小宝对待他人。小宝对待秦一月，这个手帕和这个小南瓜都是姐姐最喜欢的小礼物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你一个，我一个，我们拉钩上吊百年不许变，现在跟谁喝药药了呢？你要我当你妈咪啊？你要我当你妈咪啊？我是苏思成，我今年四岁。为什么你这么可爱吗？因为我从小长大就是那么可爱。大家都夸你什么呀？夸我真好看。可以给哥哥姐姐们表演一个小节目吗？我们干开了房，耶耶哟！爸爸这对吧对吧对吧干，我们干开了房，耶耶哟！那你是更喜欢贺爸爸还是秦妈妈一些呢？我喜欢贺爸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贺爸爸长得好看。你跟贺爸爸怎么玩？贺爸爸就是和我跑步和我玩球。秦妈妈就是在现场怎么跟你玩的？就是给我陪我玩足球，哎呀，还有钓鱼。一家三口亲亲接力。穿过云层蒸桑拿，让机器儿做色板，哦啦啦。